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他说火星表面的、重力加速度是 3.92。那1997年7月、登陆火星的六轮驱动小车逗留者号，它的质量、是等于那个25公斤的、那么这个小车、在火星上的重量、相当于几公斤重。好，我们看、这个小车、在火星上的重量等于多少？等于几牛顿、就 mg 嘛，等于25、乘以 3.92， 有这么多牛顿、我们晓得说9.8 牛顿是一公斤嘛，这是牛顿，它等于多少呢？等于9.8分之，这25乘以 3.92， 那这就变成公斤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牛顿等于一公斤等于9.8牛顿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的话3.92 乘以25，再除以9.8，就10了，10公斤重了。这只是单位换算一下子，就是单位给它换算一下就是了。就是一公斤重等于呢9.8牛顿。那一牛顿等于多少？一牛顿的话就等于一公斤重除以9.8。就一牛顿就等于多少？公斤重9.8。所以就把牛顿代成多少？代成9.8分之一公斤。是这样换算过来。用换算的。所以是10公斤重。